来剧组当替身演员，意外却成了男二号，结果第一场就要跟女主拍吻戏。大爷，你今天中午没吃大饭吗？你有毛病啊！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啥也没看见，不好意思。你进房间不找敲门啊？你没锁呀，赖谁？来这干嘛？这是道具间。那导演让我过来挑身衣服试戏。你昨天都已经收了我的钱了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姐，放心吧，不会的，又不耽误艳囊。好吧，希望你说话算话。是吧？来，来，我给你俩讲讲戏。这场戏呢，是因为男主背叛了小小，小小为了报复男主，找来了男主的哥们儿子豪，这部戏里的男二，拍一段激情的吻戏，明白吗？吻戏？我跟他。对，小小啊，这是角色需要，虽然我也舍不得，但是没办法。啊，那行吧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导演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吻戏有替身吗？我实在是不太习惯跟陌生人亲嘴。不习惯，不演赶快滚蛋！拍个吻戏还要替身，我想演还演不了呢。啊。行吧，那来吧，来。好了啊，各部门就位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子豪，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呀？哦，好看，漂亮又有气质，身材又好。那你喜不喜欢我呀？啊？哎，等会儿，大爷，你今天中午没吃大饭吗？你有毛病啊！啊你小子干嘛呢你？哪有这句词儿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我荧幕初吻，我有点紧张，这不好意思。控制一下。哎，好。好啊，再来一条。各部门准备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子豪，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呀？哦，挺好看的呀，有漂亮，有气质，身材又好。那你喜不喜欢我呀？啊？你干嘛呀？咋的了？谁让你伸舌头了？不应该伸舌头吗？你不也伸了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咔咔咔咔！你俩嘀咕什么呢？我反咔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导演，再来一条吧。不准再伸舌头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那个，是，那再来一条，再来一条。算了，有前面那几秒就够了。哦，辛苦了二位啊！哦，那导演，我这个试戏算是过了吗？算是吧。哦，好，那谢谢导演啊，谢谢，辛苦了导演，辛苦了。马屁精。